当有网友这么不懂事的去攻击你，那当时你心里有没有觉得什么感想？其实以前就有人这样子说过了，真的，在你面前说啊，就是背着我，然后让人家传话到我面前来讲，说如果闭着眼睛听的话还可以，那看张开眼睛的话，哦，真的我的话，那可能叫小阿伯的话后啊，他背着你讲啊，他好胆就在你面前讲嘛。那你听到了怎么想？我心里很难过，我有一阵子不太喜欢露面，就是公开演唱这样子。对，我只有跟乐团才去唱，我平常很少说上电视去比赛。心里一定会受创了，不要受影响。对啊，因为虽败无得比。介意较惨死，是不？在恁阿爸的心目中，你就是比神力较水啦。没错，所以是阿爸甲人欺负迄个，恁阿目睭无看，看你要穿什么色，目睭安怎化妆，我才水在你啦。哥骂你，哥骂你，因为你听无。好啦，是真的，大家都很爱你哈。尤其他的声音多美啊！模仿邓丽君的时候，有没有？来个，来，我们来一小段好不好？Goodbye, my love。我的爱人再见，你真的可以眼睛闭着听哦。Goodbye, my love， 相见不知哪一天，我把一切给了你，希望你要珍惜，不要辜负我的真情意。我觉得他的声音比邓丽君还甜呢，不是那个你哦，你后面对啊，那些你还有邓丽君，因为还有点带沙沙的，他的是非常的甜，那歌唱的非常好，继续给我们唱歌看舞，加油哦！哎，不要搞团结，什么歌？我来一条无你的情批，是两个人唱还是一个人？我先唱，哦，姐姐唱，然后妹妹唱什么？唱你是我的拜托，你真的，你真的要血气，你真的要。哪里爬的人刚关啊，你是我的眼，再一次挑战，来呀，
牵住你的手，如果我能看得见，就能驾车带你到处遨游，就能惊喜地从背后给你一个拥抱。如果我能看得见，生命也许完全不同，可能我想要的，我喜欢的，我爱的都不一样。眼前的黑不是黑，你说的白是什么白？人们说的天空蓝，是我记忆中那团白云背后的蓝天。只能看见一片虚无，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脸，忘了掀开？你是我的眼，带我领略四季的变化。你是我的眼，带我穿越是我的眼，带我阅读浩瀚的书海，因为你是我的眼，让我看见这世界就在我眼前。张玉霞，她的歌声虽然唱的是萧煌奇的《你是我的眼》，但我觉得今天你真的唱出来一个不一样的味道了。嗯，真的，真的不一样。真的，来评哎，罗评审、哎、Daniel 评审，我算什么东西？好，你来说一说。有大师在、啊，一般人不知道街头艺人他们面对的是怎样的一个群众。嗯，因为你想啊，更不知道你看路过的人，如果没有被那个歌声吸引，他是不会停下来，不会停下来，对对对对，甚至不会有任何印象。所以我觉得说他们有一个功夫啊，就是这个功夫就是他可能会比一般的歌手更在乎说你听得爽不爽。所以他就会做很多设计，你看他后面那些设计，就是让你听到一个不一样的版本。然后这个版本是我现场你不认识我，我立刻就要抓住你的心，抓到你的心，抓到你的眼光。所以我说就跟张玉霞讲，就是说你无论如何，就是不要觉得比赛结束就结束了。是的，啊，你要不要给那个 yes？ yes 哦，要不要给那个 yes？ yes。啊、我们许常德大师要不要给那个 ye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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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s， 太棒了哈！这么好的歌，我觉得我们这边废话多说的都不老用、多听几首歌才是有样。孤独站在这舞台，听到掌声响起来，我的心中有无限青春不在，多少情话已更改，我还拥有你的爱。好像初次的舞台，听到第一声喝彩，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。经过多少失败，经过多少等待，告诉自己要忍耐。掌声响起来，我心都明白，你的爱将与我同在。掌声响起来，我心更
大财主啊！啊，你嘛较拜托诶，今仔日你看天气遐尼啊好，吼遐尼啊晴朗，啊我带你出来安尼佚佗安尼踅踅，你伫遐安尼哀白叫，不是？你伫遐安尼哀声叹气是要创啥？唉，月有弯弯，你这种人是袂了解。月有？恁迄恁家的阴阴暗暗遐尼啊多哈？你就会当租一个棒球队啊，加上你，啊，你搁伫遐因伊咧内忧外患，是咧啊，我人看来，我是带三妻四妾，其实啥物人知影？下拢是阮阿娘调味过去进来，一个一个拢像啊恐龙咩咧，拢来伫咧讲死我，一个比一个搁较无气质。你敢知影我逐工是安尼下土吐甲下土，连青蛋拢总吐出來。这可怜的东北虎，虽然有才气，不过娶的某却拢是恐龙妹。唐伯虎点秋香是要安怎演落去？广告了后，会予你知。